凯乐搭档主持，第一集嘉宾就请来女友许维恩。没关系，通常他不用，只要两个主持就好了。好哎，觉得吗？因为他选错人了。对呀，我觉得我们两个比较搭。节目上聊得好开心，话题无极限，抢攻年轻族群 ，Kid 和凯乐首度合作，默契好的没话说。其实根本就没有在培养的，他。 凯乐其实是一个超级聪明的人，不过其实两人最近人气超夯，节目通告接不完。哦，最近是真的觉得哇，有一点蜡烛两头烧，就是九月、十月都只有放各放一天假。他是蛮屌的啊！我昨天就说，哎呦，凯乐你现在三个节目很屌，谢谢凯。 除了综艺节目，还有外景主持。最近又忙新专辑，凯乐自曝一个月只休息一天，压力大到还失眠。昨天在化妆室抱怨你老板，说哈给我那么多工作干什么？都不能休假，哈，只有过年的时候勉强可以请个几天。我没有抱怨，我是很开心可以有那么多工作。一个自称综艺小天王，一个是当红炸子鸡，两个人还调侃自己可能是综艺圈智商最低的主持人。不受限的个人风格，也让新节目备受期待。记者肖君成、罗怡景台北报道。